看见视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是一个简单益智的两种逃脱游戏，请看第一种，两条绳在手腕子各自穿插，也可以拴在我们两个人的手上。当我们穿完之后，各自锁入对方的同时，两根绳紧紧连接在一起，无论如何受力，无论如何摩擦，就这样操作，绝对是拉伸不出来的。下面就教大家两种非常益智的逃脱方法。家人、同事、同学、朋友聚会的时候，可以逗逗大家开心。大家请看，我们摩擦不出来的同时，当我们想要拉出来，就像变魔术一样，拉住缆绳，这样套入腕部，再次拉出的同时套入手的外侧，然后我们这样再次受力，大家看，直接就开扣了。第二种，大家看一下，缆绳此时将我们腕部紧紧的锁紧。红绳固定在桩点，也可以固定在手的腕部。当我们无法拉出来的同时，大家看，受力根本无法逃脱。这也是一种非常益智的游戏。无法逃脱的同时，为了让大家见证一个奇迹，我们就这样双手磨绳，摩擦出来的红绳，大家看清，直接向前方推送，套入手的外侧。当再次受力，直接就开扣了。